佛经中说呢，一个人只要是能够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仰仗阿弥陀佛的救度，虽然曾经造过大恶业，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，如果有一个人生平恶事作尽，只因为他在临死以前呢发愿往生西方净土，他就因此而能够往生西方去吗？难道他不用再接受恶报吗？ 让我们恭请圣严师父来为我们开示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就是因果与报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呢？因果就是可以没有的，或者是呢？因果永远呢不变的。从 佛教的基本的立场来讲，有因有缘，一定有果，所以是呢，因果两样东西永远呢是不会有什么，所以造了因不受果的这种情形不会发生。这个叫做佛教的因果律。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造的因，一定将来也会受果报的。那么善因有善的果，恶因有恶的果，就是我们在现在修行呢，修到最后成佛，这个时候也是果。我们在修行菩萨道叫做因，最后成佛叫做果，也是果。现在我们造恶因，将来呢？ 要下地狱受苦难，或者是呢，堕落到畜生、恶鬼道里边去，那也是果；或者是在人间呢，造了恶业还在人间呢，再受果报，此生造，下一生受；或者是呢，前生造，这一生受，一定是有果，一定是有报。那我们 再回来讲，一本身呢，跟我们的心有关系。如果心在，那个因果是有的，一也不能消的。心不在，是为什么心呢？就是啊，自我执着的、自我中心的我这样的心。 有自我执着，有自我分别，有自我中心，这是有我的时候。只要有我的心还没有解脱，还没有消融，那么一定有果。但是佛经中有说啊，罪心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迷失， 罪亦亡，所以罪性，罪的本则本性呢，是由心而造的。如果无心造业，不算业；自己无知，根本不可能造业。如果是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，他根本没有想要杀人，自己也没有准备要杀人，结果人因他而死， 是不是算是造业，也不算造业，他没有这个意义，没有这个想法要杀人，所以也不算。所以罪是跟心有关系，无心造业不算业。还有呢，在凡夫的时候造的业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，渐渐修行，变成圣人了，变成得了解脱了，这样子的人是不是还要 受果报呢？不受果报，为什么？他已经得解脱，他本身呢不再受果报的问题所困扰。因此呢，我们讲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不再受果报，这个是事实。不过呢，话要说回来， 释迦牟尼佛最后一生还有十难，有十个难，
比如说托钵的时候托不到钵，刮风的时候背回通。曾经有一次，他的弟子啊，把石头从山上丢下来，他那个脚出了血。有一次啊，他吃了东西啊，把肚子吃痛了，类似的情况又给我施报，生难，生难算不算是报？ 算，就是在过去世无量劫以来到成佛为止，他的报还是在的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摩肩连尊者，他已经证了阿罗汉果。还有一位呢，比丘尼大弟子叫做莲花生比丘尼，也是阿罗汉。他们两个人呢都是被打死的，已经证了阿罗汉果， 还是要受最后的果报，把果报消了以后才能出三界。可是对于这一些成了佛的人，算不算受果报？对于这一些证了阿罗汉果的人，他们算不算受果报？对他们自己的本身来讲，没有受果报。他们只是他们身体受苦受难，但是心没有恐惧， 没有啊，害怕，没有觉得他们倒了霉，没有觉得这是还的报，所以这一点呢，虽然受报对他们来讲不算是报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当我们念佛生净土，到了净土之后，我们能够啊烦恼断尽，而 已经得解脱，然后呢，在法院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度众生。一边度众生是主动的来还报，不是被动的受苦受难。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，同样的跟我们一样受苦受难，但是呢，他们不以为这个是苦难，这叫做啊度众生。所以是呢，越 一个是主动的，一个是被动的，这样子来算起来，也算是啊，他们已经没有果报。